CPC Corporation Taiwan from Taiwan with their program Smart Green Energy Gas Station. Let's check out their video.台湾中油在台湾有超过600个加油站，在台湾中油除了可以加油保养维修以外，还持续建置与推广智慧绿能加油站哦。自2010年起，台湾中油就开始响应政府的阳光屋顶百万座政策，规划智慧绿能加油站，利用加油站的屋顶设置太阳能发电系统。目前全台湾有许多绿能加油站，例如台南前锋路站、嘉义信义路站、花莲光复站、桃园加东站，欢迎油粉踩点加油，休息一下再上路哦。